安妞，大家好，我是创果。今天的影片来玩玩看大创的树脂粘土，然后还有我上次买的有附魔的书本的这一支。那我们这次就来玩玩看吧 ，Let's go。亮片指甲油来加工一下，所以它会稍微看起来有点亮亮的，有亮片的反光，也是可以，就是它的头发色啊，或是下面部分也可以用指甲油来上色，不一定要买亚克力颜料啦，就是看你们喜欢用什么样方式上色，就随便你们咯，都可以尝试看看，都还蛮好玩的。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咯，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想看更多影片的话这边有推荐影片，那就这样，安妞。